好来，大哥是，好，五百来，安尼好无？哦，一袋五百，等于吹真的好讲哥，你来保证袂水酸，我保证无水酸的啦。啊，坐了保证袂求水的，两袋五百，三袋五百就对啊。我卖甲你加讲，一斤三百外块，这绝对超过五百块啦。好，四袋五百。我你讲，我是一两箱，卖讲是几来五袋五百块，这两袋我借你两五百，两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哎，好啦，卖讲卖同款啦，喊我真的啦吼，喊我把三块你借。我讲来啦，来，你食到可以食一个酸甜哦。我讲，赶快卖到做镜头安尼好无？吼，一地价无三百块物件啦，我讲真的啦，两地卖五百，三地卖五百，卖讲两三五啊，第四地五百，五地五百块，鳕鱼啊，这两地好就是五百块鳕鱼，啥物食五百块，鳕鱼要吹无五百，这对啦。你要认为这对有两斤重，你就赚着啊。你要认为这对有两斤来，你就赚着。我讲真的啦，五百一个啦，五百块鳕鱼啥物食？五百。我啊吼，这里五百块慢慢上我啊吼，这里五百块上我啊吼，鳕鱼啊，我一只白板见到卖多平，你讲五百块，无啊，我上回来。啊，来，啊套丢啦，好来啦，套丢我嘛存来三日，两卖讲辛苦啊，好无？啊，等于三，等于三，啊，即摆我咪甲你讲一个重点吼，小可大细买啦吼，大小只吼，大细只啦吼，无计较水头青头安尼好无？吼，水青头好食来啦吼，要食我你讲来啦吼，一摆卖恁偌济？三百五百。哦，我你讲来啦吼，大只就好，哦，一斤三百外块物件吧。我讲一尾，我你开三百，开五百，两尾我你卖一千，开是七百，开五百块来安尼啦，五百块。到底来，我你讲来啦吼，要吃我就是五百块来，到底五百块，啥物吃五百？我咩也无五百。来，五百来，来就到底了，我就是五百块，到底啥物吃？五百块到底啊？五百，五百，有咩无？大只诶，你看大尾。哎呀，大尾就较贵个啊！咱讲真诶啊，来，下一只套丢诶。大哥要吗？大哥，大哥来。大哥就是挪威青鱼那个大哥。我要五百啦，我要五百啦。他来拿的。来，来，来，挪威来，挪威就是五百，都五百块。下一只套丢就是五百，那边来，下来。来。很大对，蛮大的、啊。算大只诶。我下尾一下，过来，哦，我讲来，一尾来，两尾来，哦，三尾来，四尾来，哦，五尾来，那尾就是五百，五百块下面吃五百，都来五百。他有大只，也有中型的啦，所以也尬尬特特。他刚才大叔抓那一只大隻。三、四、五，那个就是五百，现在吃五百块，来，大哥，来，来，不要偷丢，我就赶快悄悄聊落来。我剩来三卖讲辛苦啊，好不好？哦，赶快来一杯五百，我直接抽回来看。哦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来，我就是五百，小姐来五百。来，我搁什么吃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来，我就是五百，偷丢五百，我再吃五百。有咩啊？五百块？偷丢我就是五百，我再吃五百。有咩来无？五百。无啊，偷丢五百块，我咪吃五百哈。我偷你五百块，我要赚五万吼。好啦，时间要几摆，就来袂忙啊。来来，我你讲吼，你先上到底干？你先讲安尼要不然？啊，这蛤蟆啥物食？蛤蟆，蛤蟆你有讲晒无？不然讲话嘛好啦。这蛤蟆啥物食？买一百块卖啰嗦，伊个存钱俩拢无啊。好，一百块就好了，蛤蟆来大啦，一百来过来。好，再煮汤煮菜粿，一百块来过来。来。来来。容易啊，无要再贵了，够拍。老板，几点嘛？不好啦。我来讲来，好啦。虾虾仁卷，虾米起来？诶，林哥，吼，用真好食钱好食虾仁卷，吼，真好食钱好食来。我来讲来啦，吼，一条偌济？我讲即个外口煮便便真便便，一条八十块、九十块人来进倒来，吼，两条好起个无？吼，两条好起啦，吼，三条好招一个啦，五百做四百，开三百，卖两百块，要食两百块来。四条两百，我招一个对啊，好来。五条两百，我招一只小龙卷嘞。五条两百，现在就这啦。五条两百块，无要来拜老师。我这条无啊啦，我今天啊只有百多钱。哎，没有。六条两百块，那没有啦。早上有，但是后来雨停。两百就好天气。小龙卷两百块，下面几啊？刚才有一点毛毛细，现在又没有了。两百。好天气哦，你看，出太阳，小太阳。哎、欸，阿爸要吃谁哦？你爸要吃小龙卷哦。我们这边是台中大埔。哎，哥，我招一个两百块，无要，无歹讲啊。我你讲无歹讲啊，咱讲真诶，我歹讲啊。对面你有介，你家己讲。咱讲一个做啥好喜欢自己吃。我你讲来啦吼，好来，我你讲来啦吼。我这存单三，我先甲处理掉。
啊，你做啥等于啊？你听我讲一下，歹势，伊这类物件我做喊你卖啦。如果加须须，一定超过二十五。这个是冰泉，好变更啦吼。我在现场看，我比较这样处理好啊。冰泉这类物件拢处理好啊。啊，你等于切菜嘞，啊，你听我意思啦吼，切菜我买来煮。啊，一波拢死啊，落天啦，拢讲白话。啊，即摆我会甲你讲啥，你敢知？即摆我会甲你讲，你甲囥咧房仔顶烤肉箱抹抹咧，吼，烘一下，反正八月半就到啊嘛。后礼拜就八月半，烘一下好食，安尼好唔啦？要食我你讲卖啰嗦啦吼，我到超市卖一只偌济，百六百五无重要，安尼好无？冰泉啦，我讲来啦吼，要试看卖啰嗦来啦吼，两百卖四百，开三五，开三百好无？两百多啊，看起来食两百块，两百无？两百块，你食啥无？冰泉，来。然后就吃200块，冰泉200块，下面吃200块冰泉，人要来不？变更，我就吃200块变更，你这问有人还要吃的哦？来，大哥来，我才俗的，外口卖一百百百五十块嘞，来200，200，来，我就吃200块，下面吃冰泉嘞，大哥来200，那个美女一样，来二三四来200，下面吃200块，冰泉我就吃200块。冰卷的吧，大哥来。还有这个美女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你刚才讲。没买着呀。哎，没买，那个美女没买着。啊，这下这下，好啊，卖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卖不了，卖不了，好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来，嘿，来，这下你都要卖不了，好不好？医生无啊啦。好来，我讲兼职吧，我剩这俩嘛无啊。啊，所以我想讲一个啦吼，菜、鲜的、香的，安尼来不来？叫做卖拖皮啦吼，要吃我讲一条偌济，好，一条好你开300。开机啊，我可能袂收恁同意袂害哦。好，兼职牌我剩只尔啦吼，一条你开300，开机啊，我开200就对啊。两条卖400，开300。啥物食这個？兼职牌拢无啊嘛吼，无啊吼来。卖啰嗦，紧倒来，200倒来，过来。200倒来，兼职牌，来搭过来。来，啥物先滚哦？好来，要加少一200，兼职牌啥物食？先煮咯。哎，对啊。好啦，200块兼职吧，迄个是兼职吧，你若说落细细底下落去炒饭嘛袂歹啦。好，炒饭就不错啦，讲真个啦。好，200块啥物食？兼职吧，两个人尔。好，剩两个人，只食兼职吧。无等边仔卖房，镜头卖拖平好无？兼职吧，200块。好，来，大家要买来200。买200，200块就食200，兼职吧。先煮了200块，下面起来，200块，无啊，干几百200无啊，来叫回来，快讲啊，来嘞，快讲一下来啦，我四百二百存钱尔，我少少点好无，啊完全拢无饲，啊私募伊年纪完全无饲，煮汤煮糜，剩嘞袂晓，唔知啦，啊剩嘞袂晓，快佫讲啊，一包开偌济？300，我才报告，系300二个，好，一包卖300来，好，开200。我跟你讲吼，大家等你吃看嘛，我卖阁加讲安尼好不好？哦，一包卖300，你有过来，竟然没打招呼。消防车。哪几个人？那太贵了，我也不会。来，我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人，哦，等你煮只糜，煮只汤好食来，200、150来。我可以给讲，七个人来，100块，来，外面大哥来，外面大哥，100就好了，来，我煮些清汤阿伯啊，我煮些清汤来，我来，阿伯啊，煮清汤咯，阿伯啊，煮清汤咯，阿伯啊，你要剃青毛还是要做卡？咱讲真的，过来，阿伯，来，好吃啊，来，要吃100块来，多少要吃三个人俩，再吃，我就吃100块，下面吃100块，还有吗？无，等边啊，镜头卖大白，100。无啊吼，一百块才有啊吼，三还是用来多少？来，这两个人，下面吃100块，还有吗？无啊，这两个人，我等边个镜头卖拖平了，好不好？无啊，大家快！来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来，这啦，哎呦，安尼啦吼，我跟你讲一下吼，这个物件透早我有了给大家啦，我有了给大家，就我嘛了给你，好不好？比如我只剩两三个尔啦吼，啊这无后边就对吼。总价是不好赔啦，好来，好，重点是没有下次了。啊，我赶快撩你啦，我去拿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你送来啦吼，你早早赔我，最起码我赔到你起价啦。咱讲句实在，啊，你若感觉吼，鲑鱼，哎，
想小地想大地拢你的代志啊，凊彩啦，好无？看了无？我所有听得懂啊吼，较过于啦吼，我大无大你代看叫一个啦吼，看要提袂起来啊啦，强要提袂起来啊啦，啊一斤偌济300，我即地开要到400块，350啦。反正讲一句台，你嫌小大地无，用都袂啦，好来进倒来，来，好、哦，要照我讲来啦吼，我叫我看了恁啦吼，一地卖到350。安尼好无？鲑鱼也来，两地卖700，吼、哦，两地卖700来大地啦吼、哦，来，两地卖700，开600，开500块一个来，500块鲑鱼，啥物食500？来，500块鲑鱼，啥物食？挂落去对啦。啊，500块，无啊，500块无要插话吼。鲑鱼来啦来啦来啦！我讲吼，我今仔的面，我今仔鲑鱼面炒5箱啦。哦，了唔知了，还是2000，唔知几斤的。来，我今天早上下超大，但是在8点之后就没下。无几个人，我歹再讲啊。而且出太阳。这箱几箱鲑鱼啊，了后就辛苦。这500啦，看什么价来啦？500块鲑鱼啊，大来啦。来，我大来。咩啊？鲑鱼够少钱来？500块啦，看什么来啦？500啦。500，无啊！咱讲真嘞，我真正了钱嘞，卖恁，恁无人知啦吼。系啊，因为这大地鲑鱼无可能俗到倒位去，是了讲真嘞啦。市价倒较俗，一块价无300块起跳的啦。我招一面500块，无咩爱吼。500，无啊，加大来500啦。我是真正要了钓的，咱讲真嘞啦。500我招一个来，500来，加大来，哦。我是真正要了钓的啦，我啥物事啊？要钓就一个啦，无啊啦，唔得剩一个人。